鬼魂飘摇在人间，画通阴阳两界边，连接三度空间情，天边彩霓化成仙。警徽，惊声尖叫，惊心动魄。今晚的鬼话连篇，我们将进行灵异追追追的特别企划。在今晚的节目里，您不但可以看到在灵异最前线曾经发生过许多无法解释、叫人惊狂的灵异现象。别怕，更有最具震撼性、灵异独家的灵学实验大集合。同时，我们还整理出灵异尖兵曾经被鬼上身的影片精华，保证内容超猛、灵异超值，你千万不可错过这种第一线的恐怖刺激。现在就请您做好准备，和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灵异追追追的鬼话连篇。哇，听到这么高分贝的叫声啊，观众朋友，你不要以为走错台、看错台了，准丢台了，没有错，这里就是正宗的鬼话连篇啊，没有错，我是丹家，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这个应该算是灵异尖兵的这个祖师爷啊，我是沈荣，大家好。你应该叫祖师婆。祖师婆，以前的这个外景都是我在出的，现在都换成他们了。嗯，对啊，你到过那个什么最前线的灵异的地方啊？这个冲锋陷阵，真是刚被恐怖啊！那个开开叫叽叽叫呢啊！我想句实话，每一次出外景的时候，都会录到非常奇怪的声音或者是一些画面啊哈，嗯，真的，对，都会录到，非常非常奇怪。那这样算一算，我们的鬼话连篇已经进入到第四季了。第四季，我们今天要来进行这个灵异追追追追，怎么追呢？追到以前呢、啊，我们的节目到了鬼屋，那里面的各种这个奇奇怪怪。碰到的现象，以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感应灵异，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总整理。对，所以说陈大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把所有最精彩的画面都完全的呈现给观众朋友看。哇，今天你们就剩精彩片的综合就对了。对，没有错，那一定要看的哈。不过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第一个我们介绍潘志成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我们的灵异尖兵 Nori 小姐，大家好。哎，还有我们的山如，大家好，我是山如。再来这一位是丁伟。Hello， 大家好，我是丁伟。哎，还有 Amy。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好，接下来介绍我左手边啊，今天这个非常的运气不太好，来录我们节目啊，不但是爆胎，而且发生很多奇怪事情的青伟。各位喜欢看灵异事件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有我在就会出状况，这不会很意外啊。本来我们可以早点录完，就是因为你的那个什么车子发生问题，害得我们到现在才录。上了高速公路自己就自动的爆胎，轮胎我是三天前换的，这也就罢了。然后下了山之后呢，居然还有人倒车，有一位先生呢，大概才10公尺吧，倒车倒了12分钟。不是我，哎，我觉得齐伟真的蛮倒霉的，每次发生怪事情。那问那个先生，你怎么这个车倒不出来？他只回答我3个字：鬼打墙啊！Oh my god， 好可怕！倒不出来。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位是美丽动人并且相当专情的陈丽文陈小姐。哎，两位好，大家好。为什么说我专情、啊？因为我刚刚听到你们在那边讲话，然后就在讲说专情啊什么什么，我就想你一定非常专情。对，因为我在跟秦伟讲说。我觉得秦伟非常的不专情。对对对，我觉得他非常不专情，所以他因为他是水瓶座，水瓶座基本上很花心。那么我是天蝎座，所以基本上是很专情的女子。天蝎座应该天天歇着。我们介绍下一位来宾。接下来我们介绍下面这位的是帅哥蒋伟文。哈，大家好，我是三面主持的 Jacko 蒋伟文。妈，我想回家。因为我希望今天不要被这个秦伟叔叔的煤气带到。对啊，我们都觉得住你旁边好危险，好恐怖。我都不嫌坐在沈荣旁边危险。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位是蔡时贤蔡老师。哎，主持人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你看到了，你看我们今天的场面够大了吧？老师一次来2个，灵异侦探一次来4个，而且还有外景主持人，还有这么多的主持人在现场。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北部的一个炮台，现在的时间是凌晨2点03分。你看我们的所有的装备，当家这四人穿上这啥款的，是给他这边。哦，真的是冷死了。现在我想这里的温度啊，应该是大概7度到8度。我觉得其实已经接近要零下了。陈大哥，你知道吗？在我们后面这个炮台的部分呢、啊，当年曾经死了相当多的人。哎呦，真的假的？真的死了相当多人。我讲说，我们制作单位很可怜，为了到这里来拍外景啊，叫不到便当。
然后叫到东西以后啊，人家一大早就要来收回去，说叫便当，他们说上周一泡台，哎呦，哦，不要不要，我没买，我要进来。我们叫了姜汤，因为太冷了哈。他说：“我跟你讲啊，十一点以前我们要收回来啊，超过十一点以后我们就不卖给你了。”对啊，基本上当地人呢，他们在晚上十一点以后，基本上晚上都不会上来了。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讲是那种相当恐怖的地方。对，结果我们现在两点多在这个地方，当地人都说你是外地来哟，你都不知哟。对，所以我想山有鬼，偏向鬼山行。所以我想今天的节目不只是要灵异追追追啊，而且不晓得今天要追。发生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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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的这种灵异的？我想啊，在看到这个精彩的影片之前，我们要先请潘老师来帮我们感应一下，现在在我们的四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恐怖的事情？老师，基本上的话，目前的感觉哈，感应来讲的话，应该在比较远处的话，还是有一些比较乱的一种磁场。那我感觉到最乱的是在我们正前方。哦，正十二点方向，这个方向的话，磁场是最乱的一个方向。制作人站那个位置上，就制作人的后面的那片小山丘吗？对的。那可见他们都在看我们咯。哎，可以这么说。那想请问蔡老师，你感应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哎，我感应情况哈，跟潘老师差不多。那现在来讲啊，几乎他灵气已经完全聚集，所以我想。可能等一下会有状况，可能等一下会有状况，所以大家要准备。这个状况就等着你来观赏了哈。好，我们在灵异最前线呢，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现在的现场灵异尖兵都在这里了。你们讲一下，你们到哪一个地方觉得那个地方最恐怖的？对啊，我们这么多次的灵异最前线呢，我们到过台湾这南北很多地方都有很多鬼屋，而且我觉得灵异真的无所不在。对，你自己去过，那你自己去过哪些地方？你觉得？我觉得有个地方很恐怖，那就是上一次我们去那个高雄黑道大哥那里。哎呦，真的是那次在哪个是？哦，真的是吓到在后面哭到不敢录节目。从那一次以后我就消失了，退隐江湖。丁伟呢？你觉得哪里最可怕？医院最恐怖，因为哪医院不死？对对所以会有很多灵异现象发生吗？山如呢？我是觉得那个有凶杀，发生凶杀案的旅馆，旅馆那一间旅馆是可怕的。对，那门一直关起来了。寻找鬼王矿坑那个地方，矿坑最可怕，真的很可怕。其实呢，陈大哥，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是金门，金门的那个鬼村啊，真的是，这是我这辈子去过最不想再去的地方，非常的可怕。所以说今天大家讨论这么多啊，我想还是带大家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到底有多恐怖，我们一起来看看。其实这还蛮大的，鬼话连篇，灵异最前线探访过台湾大大小小数十间鬼屋，在鬼屋内更做过无数种灵学实验，而这些灵学实验的鼻祖就是从探访金门鬼村捡到一枚十元硬币所开始的。捡到这枚十元硬币，让我们开始在鬼屋内玩前线。在那个时候，外景小组怀着戒慎恐惧的心情，展开一场与灵界的实验大战。他现在手在发抖啊！你看，我不敢相信你，你竟然胆子比我还要小。那这张纸上有非常多的字。那这些字呢，都是经过设计过的。结束了前线游戏，外景小组又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谍线实验，而谍线和前线一样，都是参与实验者以指尖所传出的灵动力来移动谍字。每一位玩谍线的人都会误以为是别人在推他，但事实上是真的有某种不知名的力量在主宰着这个谍字。停留在这个中间的地方啊，我们现在要请另外一个。那碟仙下来，因为我们要玩双碟仙。为了探索碟仙更多的奥秘，我们更发明了一种双碟仙，就是在同一张碟仙纸上有两个碟子、两个本位。而双碟仙的实验结果更让外景小组发现，两个不同的碟子会以相同的律动在纸张上做快速的移动，同时两位碟仙对问题回答的答案也都一致，不曾出过任何差错。好，那现在请两位同时移动好吗？哦，这个双碟仙啊，你给大家看到它移动的这个步伐是非常快啊。我现在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现在佩森你还好吗？佩森怎样 ？What's going on？ 你用贵的哈。现在啊，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问题。灵摆实验更是近年来有鬼话连篇所创，同时我们更精进的进行三灵摆的实验。继续往下走，因为可能会打扰到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现在应该直接回去，然后再绕路走的话呢，请让我的顺时钟的方向转。
然后其他两位呢是逆时钟的方向转。灵摆实验的灵学根据就是实验者必须把意念放空，手臂保持安定不动，而靠一根细线连接的灵摆石就会随着我们的指示做前后左右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摆动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现在佩珍你现在是怎样？你是逆时针。那个什么小胖妹呢，你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逆时针。好，现在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在我手上是顺时针，但是这两个旁边的妹妹啊，她们摆的是不一样的，佩珍跟小胖妹她们都是逆时针，所以可见呢、啊、她们是希望我们先赶快离开这个地方，那我们就遵照她们的意思，我们就先赶快撤退走吧。为了能够跟灵界做最直接的沟通，我们更动用了阴阳眼人士出外景，这样的做法可以借由阴阳眼观众的感应及现场报道，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鬼屋内灵界的动态。该不会就是这间吧？该不会就是这间吧？没有错，就是这边。是吗？他当时真的是他就这样死掉自杀在那个地方吗？他现在还在那边。我们真的找到他了吗？我们找到了。他在看我们是不是？他在看我们吗？没有错，而且看到眼珠子是往上面，一直掉下来。所谓的阴阳眼就是看得到灵界，但不同的阴阳眼人士所看到的灵界会相同吗？为了证实阴阳眼的灵学根据，我们在某次台东吊死树的外景中大胆地采用两位阴阳眼观众同时出外景，展开黄金传奇式的大搜寻。是，请说。吴心宇，请说。神姐，你赶快用跑了，赶快跑过来。动吗？有啊。快点！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磁场，而阴阳眼观众的磁场更是比一般人来得敏感。在这次台东吊死树的外景中，两位阴阳眼观众的磁场似乎十分相融，而且他们所看到的灵界也是不谋而合。有没有在那里树上啊？那现在你有看到那个女主角坐在那边吗？或在这个树的附近吗？事实上，他还在那里晃呢。什么叫在那里晃？什么意思？他掉在那里晃，他说他掉在那里晃，说他头现在转过去看你们，在哪里晃？哎，他头转过去了，头转过去看你们了。你没有看到吗？他就在绳子上面啊。大家都说狗看得到鬼，独得贵西尊狗崔高磊。我们的外景队也不放过这个绝佳的灵学实验机会，带着一只大棕狗到鬼屋，而它也竟然朝着没有人的方向猛叫狂叫，而且它是对着那个方向叫的。那个地方肯定又是空的，对不对？奇怪哦。那现在呢，我们想要请问神珠啊，那在我们的附近有多少位灵界的朋友，那希望你能帮我们去查一下好吗？谢谢。灵异最前线最独家的灵学实验就是这张自己会转的神桌，这张桌子自己本身不会动，但只要和人的磁场搭上线，它就会好像上了发条一样自己左转或右转。你千万不要以为桌子的转动是人去带动的，因为有时候神桌转起来速度之快，连跑步都会跟不上。越快耶 ！Oh my god， 神桌越转越快。就请你展开。对，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是多少。Oh my god， 是有多少个灵界朋友在旁边啊？我的话就请你开展。今天你俩问这个问题吗？我刚刚也讲过嘛，因为一般的那个。我们点香的话烟应该是往上，对，就是如果说这边灵界朋友很多的话，这个香它的烟一定会往上的。如果说这个阴阳界的朋友非常多在这里的，我们看到第一根，我点起来的第一根好明显哦。艾米是不是烟下降越多阴气越重？对，老师是这样讲的。
所有实验当中最恐怖的就是这种阴阳相，因为在那次的实验当中，林毅尖兵真的看到灵体现身，而且还当场吓哭了。看到那个窗户啊，他这里两个窗户这样，哦，你看他越来越像越多了。而且在阴阳箱越烧越烈之后，那天的现场还紧接着发生有人被鬼附身的事件，导致现在外景小组见香色变，一直不敢随便再用阴阳箱。哇，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灵异最神圣的片段了，哇，真的蛮恐怖的啊！真的是非常恐怖，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你们这个是不是在作假？我想要请问，这在这边四位的灵异揭秘，到底我们节目有没有可能作假呢？今天还可以啊，我们是真的，是真的有见到，对啊，这种事情真的不能骗人，对，没错。你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至少听过或者是看到一些奇怪的画面？看到声音啊，看到影都有，而且身体上面甚至会有感应，没错，会很不舒服，或者是呕吐啊、头晕等等现象。是，我可能根据这个老师讲说，女孩子长得越漂亮越容易遇到，难怪都是四个都长得很漂亮。因为我刚刚在看，我觉得四个，因为是 Amy 嘛，对不对？对对对，我觉得她可能最努力，因为她在看的时候，刚刚她最投入，而且她水眼睛都水汪汪的，可能她体质比较接近的，对，她就觉得好像又回到。那你想到一些很不好的经验了，会想到很可怕的事情，对，你又看到了，你又想到，有没有？你是我吗？你怎么知道？我刚看你一直看，就眼睛眼泪都快掉出来，这样。你们有不止他们感应到，没用了很多的这种感应的东西，像一开始就用碟仙，还用灵摆，还用蜡烛，然后用探测棒，对，还有阴阳箱哦。包括你看，还有灵异照相机，对吧？把灵异拍下来。像这个照相机啊，大家看到它下面有贴这个符啊。嗯。所以说上次他们有一次，我忘了是谁去，他们有去这个一个鬼屋的时候，就用这台相机就拍到了那个灵异的照片。真的拍到的吗？拍到有一个女鬼啊，站在那个门的后面。哎呦，真的假的？然后那个照片看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大家有看我们节目的话，应该会知道，真的是非常的恐怖。真的拍到了？真的是有拍到，就是拿这台相机。你知道坊间有一些节目是合成作假的？贵节目是真的吗？问题是秦伟，他那个东西是马上显影出来耶。啊，对，这拍立得，这个是拍立得，这个不是拿到相片什么去冲洗的。这样子好了，等一下我们就请秦伟啊，在这现场拿了这灵异照片，到后面去，刚刚老师讲的那个位置去啊，去拍拍啊。好，来啦，重大的任务我们就交给秦伟去。等一下交给秦伟去做好了。这个磁场最强，再见。不过在讲到这个所有的这感应器里面哈，这个神桌，我们今天也请到了现场来。嗯，那神桌也很特殊哈，神桌非常的神奇。尤其这个神桌的主人呢，今天特地从越南赶回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来欢迎曹先生，曹初中先生。你离我远一点，态度。来，曹先生，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神桌啊。那我们大家当然知道说，其实这个神桌曾经跟着我们的外景小组一起到鬼屋去，曾经啊，我们请这个神桌帮我们在现场感应，然后结果发生了非常玄奇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然后请到神桌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我们现在也要请问神桌一些问题啊。你们来，其实我要先讲，因为我刚才看影片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刚刚沈荣你嘛，对，我总觉得你好像在。摸着他跑的感觉，你觉得是我在推着？对，那应该要检查一下，你来来来，螺丝有没有锁紧呢？好，这样子好，好不好？我们请曹先生，然后带着我们几位来宾一起来试验这个神桌。好，曹先生来，来，来，现在人好，你不相信的人就靠过来哈，两个三个来，好，不相信，看你们要问什么问题都可以。好，请问一下，我们鬼话连篇是不是全台湾最好看的灵异节目？是的话，请右转。哎呦，好高兴哦！来，立文问一个，来。来，我刚刚想说，知道一下这里到底有多少零岁的朋友在观看我们的节目，赶快来。来，快点，问。一个的话转一圈，两个转两圈，好不好？谁为中心？那万一有一两百个，不转一两百个？对啊，试试看吧。人问就可以了。陈总，我们想知道一下这边有多少位灵异的朋友，零岁的朋友，零界的朋友，有一位就转右边一圈。问他啊，你说超过十位就往右转。超过十位就完，就一个就转一圈，没关系，一个就转一圈，一个就转一圈。好，现在看有几个来，好算一下，一个，太多人怎么办？两个，来算一下，三个，我就跟你说，你不要推了，立文，我问啊，
6个，陈卓停了，陈卓，7个，哎，你喊停，停了，陈卓，8个，你喊停，9个，哎呦，陈伟，你站好啊，好，停，你要问10个，现在相信了吧？你要问说哈，超过10个，请右转一圈就好，你不能他万一100个、2000个，我们算不完。哎呦，那么多年轻的朋友，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如果这边有灵异朋友超过20个，对，灵界的朋友超过20个，对对对，转一圈。哦，这太恐怖了。哎呦，超过二十个的灵界朋友来参观我们录影哎。如果这边有灵界的朋友，超过30个，再转一圈，右边转一圈。哎呦，超过30个。哎呀，换单位，换百位。如果这边灵界的朋友都认识秦伟哥哥，都站他那边的话，请转一圈。赶快走开。神桌，请问一下，本届总统候选人有4位，请问如果是宋楚瑜当选的话，请你右转一圈。接下来的超萌鬼话连篇特别企划，我们要请最具有灵性的神桌来为今年总统大选预测选情，而待会儿将有爆炸性的结果，让你完全出乎意料。这是大门口。而紧接着灵异追追追特别企划，马上登场的是无法解释、叫人惊狂的灵异现象。在这次北部炮台特别企划的拍摄，鬼话连篇小组历尽千辛万苦，甚至还经历了种种灵异困难。这个是在我的门，有人没拜，你没拜拜，快去拜拜。这边灵界的朋友都认识秦伟哥哥，都站他那边的话，请转一圈。这个炮台曾经发生英勇国军受伤，却惨遭敌炮轰击，因此往生灵体众多。甚至在后山探险时，外景小组的拍摄带也发生严重挂带，现场灵体之纷乱，还让灵媒体质的艺人董玉婷被灵界朋友上身。哎，你怎么了？克服困难，鬼话连篇，只想给你最有感觉的灵异节目。在这边，还有阴阳眼，每个洞口都各排一张。接下来，灵异追追追的第二段影片，要整理出来的是更明显、更叫人惊狂的超猛灵异。